魏楚，好久不见，我们找你讨教来了。魏楚，今天不会对你客气，给我打！ 别打脸！什么呀？耍花样！打！是警察，走！魏楚，你个小人，竟然报警！别怕，有我在。 我真冤家路窄啊！算了，不用谢我。我有让你帮忙吗？你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会有警察？骗小孩的把戏都用完了。躲在我身后干嘛？出来！别说话。都是江湖中人，各让一步呗。哼，还蒙面女侠呀！我告诉你们。 一个我能打，两个我照打。太急！刚才是我脚崴了，再来。 我想拉你啊！我得赶紧回家取画。你扯坏我的衬衫怎么算？赔你，我家有。
给，我家就这么一件适合你的，拿去穿吧。给你。CMF 藏锋学院什么时候允许学生在门禁时间里外出的？我不是藏锋学院的学生。哪个学院都不行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赶快走。怪不得人家打你，要我找10个人打你。